Hello，Hello，Hello。开始吗？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开始了，应该可以开始了。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听，因为本来想说这个 topic 应该没有那么，应该是蛮冷门的。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那这边是我的自我介绍，其实就是我的账号是 ID 通常是用 CJS，然后我的在 GitHub 上有账号也是 CJS。那最近主要都是在开发 Go 跟 PHP 跟 JavaScript 相关的程式这样子，所以你可能会想要问，要让一个专案变得更 popular，到底重不重要？答案是当然重要，为什么？并不是只是为了虚荣而已，而是其实这其中会有一个效应，就是群聚的效应。那这是一个那个社会动力学里面的一个名词，是 critical mass，也就是说，当你已经存在的事情已经有足够的动量的时候，它就能够自我维持，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去 maintain，刻意的去维护或是开发，它就可以继续能够继续成长。那也就是说，这边有一个故事是，如果有一个人停下来听，抬头往天望，那没有人往理会他。那如果接下来路过的人，其他接下来如果人会照旧做他们的事情，那如果三个人接停下来抬头望天的话，可能就有更多人一起跟他们一起看天上有什么事情。但是如果增加到五六七人的以上的时候呢，会有更多人就加入，到底是在看什么？所以这是一非常有趣的现象哈。那譬如说你在 Twitter 上面可以看到一些名词或是一些 project 不断被提起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创造一个这样的效应。那套用到 open source project 上，也就是说，当某个专案符合某个特殊的市场需求的时候，而且能够受到注目，并且可以不断被群众提起，就会可以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前来关注，或者是参与贡献、开发支援等等。那有了动能，就算你的专案拥有者没有时间去维护的专案，那也会有更多人想要就是去能够持续的 contribute 到这些 project，然后应用于他们的所需要之上。那一方面来说，你的维护成本就降低了。好，那这边是要讲一些就是 tips and tricks，可以帮助你是能够让大家能够会参与你的专案，然后让你不用 focus 那么多力气在这些 project 上面。那讲这个 talk，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 Alision Rondo 他来 OSDC 有讲一个就是开源之道，那他的主题其实就是open source 的 collaboration，但是这个 collaboration 其实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专案要有很多人愿意参与才行，不然你就只一个人在那边自嗨而已。好，那如果你想要有更多人参与的话，你必须要把你的 open source 专案视为你在销售产品一样，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说，你真的是要销售它，只是你没有办法靠这个 make money。当然可以，就是有一些方式，但是如果你是单纯只是 release software，那个 source code 就没办法直接达到这样的目的。那这边有几个行销的 rules，像 4P 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那会比这个 4P 更简单，也就是说 price 不需要嘛，因为基本上你是 open source，那有时候是 free 的，甚至不用去考虑这个。那 place 也不用，因为我们是 internet，所以不需要考虑所谓的地点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所以你就要解决两件事情，就是你的 product 要够好，就是你的产品的本质；再来就是你的 promotion。那接下来会谈到就是说你这个 product 部分跟 promotion 要怎么去做？那有一些就是技巧这样子。那另外一套入我是4C，就是客户需求跟顾客的成本，然后以及便利性跟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好，所以当你在维护一个
open source project 的时候，你必须可能会去考虑到，或者是你想要开创一个新的 project 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去想到是说，你这个 project 会不会有没有所谓市场潜力，跟你的市场上竞争者是不是你有一个优势，那你有优势的话，才可以吸引更多人进来开发你的专案，好，那也就是所谓市场潜力。那再来就是所谓你要找出你商品的独特性，假设你的 Prada 这种轮子就是到处都有，而且都大都一样。你的所有界面啊、使用啊，跟各种方面、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那你根本就没有价值去另外再去开发这套工具，你可以直接用别人就好了。所以找出你自己的独特性，那甚至你可以去制造一些争议性，就是譬如说像 benchmark 是大家最容易有争议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的 bottom line 啊，什么是什么的，然后大家会吵成一团，那你就会能够创造一些话题出来。那甚至你也可以做负面行销，负面行销我们可以常常在看到 Apple 在做产品的时候，常会用这种负面行销，就是他可能会找新闻媒体，然后透过私底下去释出一些负面讯息，譬如说像有一些产品缺陷，然后大家就会热烘烘的面吵说哦，这怎么样，怎么是怎样的问题这样。那一方面就可以带起就是这个 brand name 就是品牌名称跟专业名称，大家在耳边一直耳熟能详，就会提高这些名词在大家脑袋里面的印象。所以在 open source project 方面呢，基本上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方向去创立你的 project。那像 creativity 就是像 jQuery，它是一个JavaScript，它有一些创意，能够在 API 让你非常好用的去操作一些 DOM 或是更多的东西，所以它就有，它因为基于这个立基点，所以它就变得很有名。好，再来就是 performance，那或者是说 simple interface，因为有些元件或是 library 它设计得太复杂，那如果这时候你提出一个更简单的 usage 的 interface，那大家就会想要去使用它。那甚至是 lightweight，像有些东西可能是framework 可能太肥了，那你就做一个 lightweight，那就会大家就会想要用它。那甚至是说，你只是 for fun，那也 OK，就是都 OK。那这边的话，我就是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我在 open source 的经历这样子。那就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加入了 GitHub 这 social coding website，然后其实只是为了好玩而已。然后那时候写了很多非常多的 Vim plugins，然后还有 Pro 的 modules。然后接下来几年之后就没那么热衷于 open source，但是最近2年实在是有够忙的，然后每天大概从早上9点工作到半夜2点，然后holiday 几乎都是 working day，那以至于就是手就是去拔罐，然后变这样，严重到这样。他开玩笑是说是那个中国古代的酷刑。然后呢，我们 release 了非常多的 open source project，就是从这些commercial 的东西或者是 private usage 的东西去抽出来，然后把它 release 出来。那因为一开始到后来一次 release 非常多，那每一个在 release 的过程中，就是会发现就是每一种地方会有它的不同。那这些 project 有包含就是 back end 到 front end。那像比较知名的是像 PHP Brew 或是 Pux 或跟那个 Guts Script，还有一些其他的大概几十个专案比较大一点的。那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我好像我就是被列到那个什么什么 Most Active GitHub Users，就是 Top One。然后那时候的 Calendar 是像这样，不过那时候因为太累了，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抓什么 screenshot。这是抓其中一个，就是现在那个其他人的 calendar。那大概会是像，大概就是像这样，但是只是就是 private 的 repository 都没有在，没有列在里面这样。那接下来讲就是我学到的东西，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并没有觉得我非常厉害，能够 share 这些东西，只是说我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开发 open source project 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而且会有能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参与这样子。
那首先第一个要谈的就是专案名称。专案名称呢，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专案名称，首先呢必须是非常短的名字，你如果取一个非常难长的名字，大家很难记忆。然后二来就是大家想起说，那个谁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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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啊？那是什么什么什么鬼的，根本想不起什么名字。所以那边有一些很好的名字，譬如说像 Node.js 或者 3D.js， 就是你用一个单一的名词或者是两个名词的合并，然后甚至是说你要注意到你的音节不要太多，音节通常会建议是在3到4个音节以内的名字是最好的。然后再来是可以发音的名字 那再来就是也要就是有独特性。那如果用的名字是跟别人一样的，那可能譬如说有一个brand name 是做油漆的牌子，就你用跟他一样的名字，那你在 search engine 的时候你就不会有相对的优势，因为当然你会用这个 keyword 去搜的人，当然一定是比你多。然后这个刚刚我讲，就是你去合并一些单字，或者是甚至是创建一些新的单字，然后让你的名字更独特。再来就是所谓第一印象部分，第一印象的话，就是可以讲到像 synopsis， 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从 CPAN 上面学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写 Perl 的时候有非常多的 CPAN 模组，那时候算是我觉得这是最古老的一个 module site， 而且做得非常棒，甚至我觉得到现在还比那个 RubyGems 的还好用。那synopsis 就是一个简述，它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在上面 include 一个基本上就是可以完全可以 full function 的这个program， 然后搜寻到的人呢，他直接看到这个就说，我复制下来贴上，然后就跑跑看，可以跑了，他就会觉得，好像是可以用的，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他一进来这个页面，能够看到你的 API 的样子，然后知道你的这些设计是怎么样，可以大概知道怎么样去用的时候呢，就会自然的就会去创造更多的 development， 就是想要参与你的开发。那如果回到这边，就是你这边的 example， 或是你没有提供这个 sample， 或者是 你连设置步骤都没有之后，大家无从找起，所以根本就不会参与你的专案。好 那甚至是说，如果你的 sample 是 broken 的，大家踹一踹，怎么踹不出来，也是一样，就放弃你的专案，他会改用别的专案 好，这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不好意思，我口渴，喝个水。你先看到 API，因为你基本上是 developer 嘛，你的顾客是 developer，所以你的东西是给 developer 看的，所以你就要把你的 API library 的 API 全部写清楚，写出来，大家看的时候都是看 API，再来呢才会去看就是你的非常冗长的叙述 那简而言之呢，就是先看对方正不正，再决定要不要进一步交往。好，那再来就是言简意赅，那基本上呢，就是你在 description 地方，就是一定要简单的叙述说这个 project 是到底是在干嘛，它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以及现在有哪些人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成功，或者甚至是没有用很好的方式去解决，要去解释出来，这样大家就会觉得说，被你说服了，被你说服了才会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更多 detail。那 至于 implementation 跟 design 的话，你可以稍微用简述就好。那非常 detail 的东西，你就是留到后面再讲，因为通常很少人会有这种耐心去把一整份看完。他应该会先简单的测一个简单呃测一个一段程式，然后才会去研究你更多的细节。再来就是授权，就是大家看到觉得这个 project 合用，他会去看这个授权合不合商业应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要去创造更多的 commercial product 嘛，对不对？那授权如果不 friendly 的话，他可能就不会采用。譬如说，如果是 GPL，他如果拿你的来改，他可能就是要 open source。当然，在台湾可能行不通啊，是不是？那这边列出了几种，就是 license 是比较commercial friendly 的
前面四种是比较 commercial friendly， 就是说你甚至拿去改，你只要写明注明是谁，或者是你不 open 你都 OK。那有下面这边有五种开源授权的规范比较，可以 Google 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非常好用。就是你可以知道哪些license 比较符合你的专案需求。再来就是简易使用，这招主要是呢，就是非常关键点就是在使用者用你的 library 的时候，设置到使用非常重要。为什么会非常重要？就是假设你今天用这个 library， 好，你装了，结果连第一段 sample code 都 run 不过去，甚至还有 bug， 还有 error 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啊，还要发 issue 给你，然后再等你解决，还可以进行下一步的development， 这样就会卡住嘛。那大家就会想要说啊，算了，我就直接 try 别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在不同的环境中，你要做部署的测试，就是包含就是从一个空的环境里面加设这个东西，或者是安装这个 library 的时候，或者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重点是在减少使用者的挫折感。那通常就是以我经验来讲，大家如果发现 bug 或是有 issue 要回的时候，目前我最有耐心的应该是大概是可以来来回回大概五次，所以很少超过五次之外的。通常大部分都落在二到三次，甚至只有一次。所以如果你的open source project 在部署的时候就常让 user 会遇到这些问题，他可能就直接采用别的 solution。也就是所谓帮使用，好，再来就是能够快速建立环境。快速这个事情很非常重要。譬如说之前在写 Perl 的时候有一些dependency 的问题。那用个 cpan 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装完。那这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肥？为什么会装那么多东西？自然会产生一种反抗的感觉，或者是拒绝使用它。其实这几点可以就是把它拿来用傻瓜相机譬喻，就是你的 consumer， 你把你们 developer 当成你所有的 consumer， 那你怎么样教你的东西，把你的东西交付给你的 consumer？ 当然，第一个就是要简单好用。简单好用，大家才会去觉得说更想要去做更多事情。那刚那个部分是比较偏 user 的部分。那如果是 developer， 他可能是想要参与你的专案，然后去增加新功能之后，同样的，你在开发环境的建置步骤要非常的简易，而且非常容易设置好。那大家装完之后才有办法去加入你的开发。那甚至就是用比较良好的套圈工具去避免这个 dependency 的 failure。好，然后再来，这倒是详细确实，也就是大多数的开发者其实还是依赖文件开发。这个我觉得是看程度上不同，有些人他可能如果文件上查不到，他自己会去追扣，但有些人是没办法，他直接只看文件而已，所以这一点也是要稍微注意的一点。少数开发者才会去 trace 你的 code， 然后去改东西。详细的文件其实对就是加入专案的开发者会很有帮助。那同时呢，它也可以是一个你专案的完整度的表现。那你透过一个文件的呈现，大家看到文件上面的东西，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专案的完整度到哪里？那就可以去进一步增加使用的意愿。而且呢，如果你还可以制造安全感的假象，也就是你的专案没有很 OK， 但是你的文件非常 detail， 大家说哦，这个非常好，好像非常赞的样子，就拿来用。Okay. 再来就是你的 promotion， 就是你在 promotion 的部分，就是毕竟你是 open source developer， 所以你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去善用这些媒体，或者是去 promote 你的product， 所以就是要用老王卖瓜，那就是善用媒体，免费媒体。免费媒体有哪些？就是 mailing list、Google Group、还有 IRC、Twitter、还有 Facebook， 还有再来就是比较可能会比较 powerful 是 Hacker News， 因为 Hacker News 上面的点击率是最高的。这样，那如果你的 account 就是 Hacker News account 没有办法，就是让你的 post 直接可以public 的话，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常在上面活动的朋友帮你贴，然后甚至找更多人帮你按赞之类的。OK，
那再来就是你的那个 mail signature，就是你的签名档。你在 mailing list 或是 Google Group 的时候，你的签名档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你假设你最近在开发某些 project 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把那些 link 留在上面。那一方面可以增加你的 SEO，另一方面大家在读你的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 link，他有些人好奇就会点进去看。然后再来就是多管闲事。如果很闲的话，就是你可以上那个 Stack Overflow 那去找你的 consumer，然后 然后就去回说，哎，我这边有一个 solution，你可以 try 看。甚至是说，有些人是用你的 library，他有问题，那就可以去回他，回应他，那就是会达到一个效果这样子。那这面效果如何呢？就是 Stack Overflow 其实在 SEO 上面它的那个 ranking 是蛮高的。那以那个 Pax Router 来讲的话，光是你回应几个问题，其实就能够带来大概几百个到几千个点击量是没问题的。那你用 GitHub 的那个 traffic 就可以去 trace 说到底哪边是从哪边来的。那你知道从哪个问题来的最多的时候，你就进去把你的 answer 再 improve 一下。把它写得更 detail，那更多人看了就会觉得，哎，这个 answer 很满意，他会帮你加分，大概是这样。所以就可以回说，哎，尝试某某某专案可以符合你的需求。再来就是打铁趁热。那为什么是打铁趁热呢？就是当你越来越多人去关注你的 project 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 send pull request 给你，或者是 send patch 给你。好，那通常非常多就是在 GitHub 出现之前，大多数都是用 patch 嘛，patch 是 email 寄出去，那通常就是石沉大海，然后你还要去一直去戳那个 developer，那戳其他 developer 其实还蛮让人觉得很累的事情啦。那所以通常大部分的人不会去戳，除非非常有心的他已经大量的用你的 open source project，他还会一直去戳你。要不然他就直接把你换掉，用别的东西，或甚至是自己自干一个东西出来。那，所以你如果不回复他们的话，你可能会 lost 这些 contributor。所以诀窍之一是在于说，你收到讯息的时候能够立刻回应他们，甚至是能够 review 他们的 pull request，因为帮助这些人 merge 他们的 pull request，其实可以让他们非常的开心，因为至少是有正面的循环，就是他会觉得说，哎，我最近做的东西有被 merge 进去了。举例来说，你去 fork Rails 或是 fork Linux，你被 merge 进去，你会有一份就是荣耀感，说，嘿，我是 Linux developer，是 Rails 的 developer 什么的，然后就是能够帮助他们，会想要他们得到正面回应，他们就会更想要再回来做出更多的 contribution。那如果今天你没有帮助他们 merge 这些 request、pull request，甚至是说他，你就觉得说他的 implementation 不好，你直接把他 reject 掉，他下次就不会再回来。这边讲就是，如果你让他们能够拿到正面的能回应，他们就可能就会再送出更多的 pull request。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把他们的 pull request 或是 issue 都忘了，那他们也会把你忘了，而且通常不会回来。有，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不要去 reject pull request。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因为你如果把他们的 pull request 去 reject 掉的话，通常呢会让他们的开发动机就是消失掉。那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发好人卡，然后帮助他们去改善他们已经送出的 pull request，就是譬如就 whatever 他们的 patch 之类的，然后帮助他们的修改能够 merge 到 upstream，也就是你的 project。那还要避免说，就是假设他开发方向跟他的design 根本就是你不是你想要的，你一定要让他在那个 readme 里面让他们知道说，一定要讨论之后再send pull request 再去修改，因为我常遇到很多状况是，很多人 send pull request 阿里阿扎改了几千行，结果这东西就是会把，就是它跟你原本的 core concept 不一样，但是变成说这个东西不适合套用，
直接 apply 或是 merge 到你的 project， 那这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只能跟他说，哦，你还是需要你跟我讨论一下，然后再做更进一步的修改。好，还剩五分钟，正向循环，就是对大家非常都友善，不要就是出恶言，要非常礼貌，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在这边能够得到一些正面的回应，不是负面的回应，好，然后可以尊重彼此的修改，然后不要觉得说你这边改的怎么样，怎么烂啊，什么东西的，然后还要再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再说 RTFN。你说这句话，大家只会厌恶你而已，不会来参与你的专案而已。所以并不是讲 RTFN 就是刷掉，并不是这样子，只会让大家讨厌你而已。所以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这边有一句话是这个 Field of Dreams 的电影的台词，是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 就是你只要建造这个 project， 他们就会来。OK。谢谢大家。那这边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有什么遇到什么过什么状况什么之类的？你说，哦，公司 hosting 的 project 是不是？通常就是一定要先讨论，就是先讨论，然后了解他们的方向，那再去参与。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像 Zen 或什么其他有就是他的后台其实是 company 的话。就是 coding standard 也是非常重要。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其实都还好了，我是觉得还好。那就是沟通非常重要，主要是这样，因为人越多，沟通越重要。好 ，OK。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就是来找我讨论这样子。OK， 好，谢谢大家。